牛蹄筋儿。猪蹄，太香了。我先给你开了，现在你拿过来吧，我看看脂肪肉，他都已经急得不行了，我先给他开了。哇，这玩意儿太不告诉我挺大的吗？这怎么这么点儿？一方上当了，这边是空的呀。这边这应该还有一个。哎呀，那我这盲盒，哎呀我去了，王总，哎呀妈，这个是儿子，孙子，孙子，这就是爷爷，太爷了。哎呦妈，哎呦妈，哎呦妈，大猪崽的啊！还有，你这是几房啊？还有一房啊？这是房。嗯。哎呦我去了，我馋的不行了。我问你们说，我现在嘴这样似的，问你们能不能吃？你们说能吃啊？那我就吃了啊。
那我就不客气吃了。但是我这还有一房，但是我打不开。我打开。你们看一下，我吃了啊，到时候明天能不能走？我嘴馋这样式的，你们说没事儿？嗯，老臭了吧？老甜的，你拿上来，我看这大不大？这也挺大。哎呦，这是这个合适啊。嗯，这榴莲好300多啊，不到300，200应该是290多。嗯，哎呀，哎呦，满满的，老公拿一块。来，给你拿一块。玩意儿臭啊！哎呀，脑袋要疼。那还是老甜的。嗯。这个老甜老甜了。哎呦我去！嗯，这个不是比那猫山的猫山。啊，我现在嘴肿呢。嗯。
拜。